小伙伴们，我是小乐。这个音乐响起，大家就应该猜到我今天要做谁了吧？没错，就是美丽的红蝶小姐姐。今天小乐用的是树脂粘土，开始吧。红蝶的仙鹤就这样做完了，小乐觉得这个皮肤真的超美的，不知道你们喜欢吗？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别忘给小乐留言加关注哦，爱死你们啦！